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万事交托合主管理。大卫记诗篇第78篇72节，对安尼，伊按照心中的纯正，牧养因，用手中的脚美妙引带因。有一个囡仔带着伊老爸去看一位万卫家表演，只见台顶挂着一大张的白纸，万卫家邀请观众去去，随便为几笔。了后，伊立刻根据迄个几笔改成100度。有一挂观众存心找麻烦，故意当搞一款西位一条，大家想这位家一定会遭受挫折，却见位家思考一点久就解决了问题。一张巧妙生动的图画，一点啊久就完成了。那是姊妹，人搁怎样错，搁怎样歹，只要愿意交予这位大卫家主耶稣的手中，伊一定有办法将歹变好，无用的变有用，改变你的一生，将家己完全交托予伊吧。咱一齐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伫你无有难成的代志。阮感谢俄罗斯的大爱，你从来无离杀阮。伫阮常常有疑或者无疑的犯了错，有时办事不利，但你总是有办法将阮改正，搁要帮助阮真做搁较好。阮愿意将阮所做一切事，阮的一生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并且信靠顺服你的带领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